今天来分享一个阵容哦，他是洋户搭配天之四灵的，那也不得不佩服臭猫哦，他真的很厉害哦，他可以想到这个阵容哦，搭配杜玉，然后杜玉的话发招呢，他可以打对自己造成伤害哦，那他刚刚好杜玉发招对自己武将造成伤害的时候，可以触发到洋户。那洋户呢，又可以让自己的其他的队友哦，来发招额外行动。而且还有像黄晨燕也是哦，也是受到武将普通伤害时哦，就有机会就是让自己己方额外行动一次，所以只要一发招，杜玉只要一发招就可以触发杨户跟黄晨燕，那就一直额外行动，一直额外行动，一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发招。然后他还搭配了一只周瑜，也是强到爆了。周瑜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，就是及时的发招，只要让他在回合前开始发招后，周瑜就非常的强哦，然后就被秒了。